好了，我们实际来做一下原子量、分子量的题目。请你 H2 跟 H2 的分子量是多少？那刚刚讲过了，怎么算分子量？把原子量怎样加起来？把原子量加起来，氢的原子量是一 ，H2 什么意思？两个氢嘛，所以就一加一，二，所以氢的分子量就是二 ，OK 吗？ 那 H2O 什么意思？两个 H 一个 O 嘛，两个氢加上一个氧嘛，一个氢是一，所以一要两个要乘以二嘛，那氧16就加上个氧16，所以就是一乘2加16变成18，所以水的分子量是18。这个不久后，你让它背起来了，因为它常出现，就背起来水的分子量18，这样 OK 吗？ 可以哦，好来，请问你氨硫酸、碳酸钙、二氧化碳分子量多少？你应该要知道氨的分子式，我现在有写给你看，我现在有写给你看，那你就应该更容易算得出来。请问你氨的分子量多少？有人要自动举手？哎，不要急，他先举手的，就让你啊，好来起来，起来，站起来，一定要，大屁股站起来，快点。 多少？你刚不讲答案，你刚不讲答案了吗？17，请坐。你的答案17。NH3 嘛，几个氮？一个氮嘛，几个氢？三个氢嘛，一个氢多少？一嘛，所以一要乘以3嘛，所以呢14加上1乘以3，叫做17。 下一个叫做硫酸，硫酸呢？硫酸多少？硬酸呢？硫酸多少？不，我要换女生，看那个女生，来来来，那个女生起来，换你，你起来，什么二号是吧？你是二号对不对？多少？98，请坐，你的答案98。H2SO4 嘛，通通怎么办？加起来。 几个氢，两个，几个硫，一个，几个氧，四个，氢是一，硫他告诉我32，氧16，8，算，答案98，可以哦。碳酸钙，碳酸钙，你要回答啊！好，来，你们班都好踊跃哦，来起来。 你答案，100，请坐。一样嘛 ，CaCO3 嘛，几个钙？一个钙，几个碳？一个碳，几个氧？三个氧。钙多少？40，氧16，钙40，然后那个碳12，所以 blah blah blah。 几吧？那还有一个二氧化碳，刚刚是男生对不对？现在换女生啊！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女生起来，多少？44，请坐。这也是不久后你就会背起来的，因为常出现44。那98那个硫酸也常也会背起来，因为常出现。 二氧化碳，一个碳，两个氧，加起来碳一个12氧，一个16，两个乘以2，然后加起来，然后就44，就算完了。最后一个硫代硫酸啊，小老师大人，小老师举手举好高。来，小老师大人，硫代硫酸啊，158那么大，请坐。 158，然后一样就全部加起来，一大就是这个并没有比这难，只是比较啰嗦啊。两个钠，一个钠是23乘以2，两个硫，一个硫32乘以2，三个氧，一个氧16乘以3，然后就开始小学。
二年级就会的数学吧，把它加起来，啊，158，然后158。来，第一个，其实考试的时候，很少人考题是直接请你算分子量的，这种题目其实不多，不多，很少。但是你在后面要算末的时候，你会需要知道分子量。所以你必须要会算分子量，你才会算出来末，所以你还是要会算，有听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就是第一个，告诉你我如何计算分子量，这样子有人无人问题吧？没，很好。